我们暂时来慢慢磨过去。好，这个地狱棋就这么难打了，附近大人就直接下去了。这地狱棋没有很难打吧？如果你觉得这地狱棋难打的话，那的确你附近大人的难度你应该可能承受不了。好，第一关也是来给他过去就行了。这队在后面需要一直洗技能了，所以前面这边不用待太久。我一勇三成将，OK 哦。项羽杂色，我用马修弟弟、暗小将跟火小将。项羽，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好了。三十五成就，应该超项羽应该真的没问题吧？项羽应该很简单。艾德血好少，什么意思？这样。要用大哥哥对？啊，没有办法啊！手握不是没有出那张卡片吗？加减看一下技能，至少打快一点，要不然这真的是在抓羊呢。好，神魔是不是都在给清规做球？我想应该不是，只是他强到每次都接到球。官方应该是要想办法克制清规啊，所以有些关卡可能会特别设置那一种一进场技能重置，但都没有办法克制到清规啊。清规还是活得很好，所以我想这是他本身队伍本来就比较强大。唯一要克制清规，可能我觉得近期很奇怪，他最近好少出一补盾哦，真的太少了。所以如果说你要再出一不顿的话，其实很多很多配置都会下去啊。清贵一定是第一个下去的，对，应该是第一个下去的。所以我觉得很纳闷，为什么他们就是不出一不顿了。一不顿之前超常见的，大概每一两个地狱棋就有一种的那种几率超长的，所以以前我们去分析队伍的时候，还会特别帮大家分析说，这队是不是可以解一补盾？现在都没有这种分析，你有没有发现？现在我们都完全忽略，可以解一补盾这个能力，是吧？暗元龙不能解一补盾啦，暗元龙你要打有输出才能回血啊，那就不能解一补盾。被你这么说，接下来就对一补了。我觉得至少这个版本不会有，因为爱德华也不是特别好解一补盾。我只是说不是特别哦，但其实这一次已经有一点点要一补盾复出的迹象了。你们仔细去看那个爱德华，他有一个等价交换的能力，是直接回 4.5 倍的回血能力的。那个解一补盾，我觉得也是可以的。所以其实好像现在有一点点一补盾要重出江湖的味道了。啊，反正太久没出了。清规剑妖就好了。对啊，清规剑妖的话是可以解一补盾，的确没错。但这就会让你导致你的队伍特性
低到一个不行，是可不否认它有通关的可能啦，但就是很难。就它如果说是刚好再做个 G8 一点，你那个就过不去了。没翡翠带什么？没翡翠也可以过啊，就是你身上磨的比较久，带一些普普路这种真伤的吧。磨过去就是你的了，快磨，快磨完了。好像是磨耐心的，好过来了，没有问题。第二关。我用下挖慢慢磨过了，可以试试看。有，我们刚刚有用下挖，非常 OK。哇，把爆发全开了，一个、两个，不对，开的有点太多了，太多了，糟糕，好像这样了，开太多了，原本想要再多开一个的，哇塞了。水珠消不到哎、欸，算了，这爆发真的要全开哦，因为我伤害只有72倍，打不过去就尴尬了，而且这边还回复力归零哎、欸，不过我觉得这伤应该够啦，应该可以，都全开了，就算只有72倍，我觉得也没有问题，赶过去，我们有控场龙科。哦，伤害整个亿伤啦，哇，这样都打了16亿了哦，是吧？还是16亿吧？完蛋了，秦皇真的哭了。好，这边大家都说开这个黑曜石吧，可以啊。你看，开黑曜石直接帮你加康，多爽。其实这边不用黑曜石也可以过啊，你手转够好就都没问题。哇，加到了20 combo 哎、欸，黑曜石真的好用。啊！终于恢复正常了，这种平砍才是我认识的钻石，有没有？哎，这个版面也太佛了吧！是直接转就可以了、欸。其实如果说你的版面没有办法消这个电击珠的话，就是你珠子卡住的话，你可以开钻石，可以挡伤害，所以没有问题。那有的话，你当然直接消了，就不用开技能，最好是平砍过啦。这伤害都很够啦、啊，因为后面都是人类了。你看是不是没有开长柱就打了破亿了？然后这个比较 G8 一点的版面，其实还有这个可以解，但我还是开个钻石保险吗？我不用哎、欸！我靠，破亿！我好像直接消。我给大家看看我的手转实力。你看，这样不就叠好了？会叠出就是这么的帅，直接过去了，还行吧？这关卡强化珠，我在想是不是开这个祖母绿应该可以吧？是不是可以把它打爆啊？有间距应该可以切强化盾吧？不行我就尴尬了。出去直接打一，我直接重开游戏，直接开钻石洗技能，好没有？舒服，没毛病了嘛？他是会越攻越强，但事实上没差，开钻石就可以挡他的伤害了，所以不用怕他，打爆他就对了。再挡一下。好，他要死了，你要死啦！其实钻石蛮简单的，只要前面有磨到，后面就是照着剧本走就过了。OK， 就这么朴实无华。嚣张好，不知道这队真的到后面没难度了啦，到后面随便打都过了啦。
哎呦，恶心的38亿伤害，有够六。好吧，就这样子过了。所以钻石真的是前面难一点，前面打过，后面就是随便打了。那这一队可以解35成就，大家如果真的没有什么队伍好解35的话，这队或许可以考虑一下了。